正为了处理内阁阁员的政治责任，被告亦非不得选择以合法适当的方式为之，尽逾越司法跟政治应有的分际，无故的泄露及交出泄露侦查中的秘密、监察通讯所得一秘密的资料，以及将柯建铭个人资料为收集之特定目的外利用，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，其所犯其犯罪事实已真明确，那犯嫌足以认定。这个案子被起诉，显示官说司法个案的立委没事，但是处理司法官说丑闻的人呢，却被起诉，这真是公理何在？我一定会到法院为公理奋斗到底。我希望台湾现在能够重生，我们希望能够分别一个时代，迎接新的时代来临。司法怎么去处理，那是司法的事情。